人事件呢，已经过去了六七天的时间。我发现呢，现在对这件事的关注度啊，一点点开始减弱。再一个呢，就说咱们看一下唐山女子的伤情。那个一个人呢，嘴部受伤，好像掉了几颗牙。然后呢，这两个人出入病房都需要轮椅。有一个脾脏破裂，他们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反正现在定伤说是轻伤。陈继志当晚呢，脑袋上挨了一瓶子，好像自己也摔倒了，也报案了。他的脑袋损伤呢，被定为中级损伤，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定是怎么定，是吧？也没办法对他评论，因为咱们不是医院的，咱们也是外行。这时候呢，这几天陈继志的哥哥也出来发声，说是50万不行就100万。最开始呢，60万已经达成过和解。他哥哥的这句话呢，后来被他朋友也证实了。他朋友呢说了挺长一段话，大概意思我看了看，也就下面这些。第一呢，就说这个事件，陈继志一开始就没当回事儿，人家抓呢是在家里抓的，这个抓之前啊，他也报过案，说是两双方呢已经达成过和解，就是60万达成过和解，当时派出所也放人了，没想到舆论起来以后呢，又给抓回去了，再一个，在唐山呢，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唐山的暴发户是真有钱，反正在中国属于顶流了，应该是。这些暴发户一般手底下都会养打手，然后呢，正常的3点一线或者2点一线的老百姓啊，由于你晚上又不出来，在白天上班回家，然后去买个菜，你感觉不出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你是感觉不出来的，然后呢，有混社会的人在这里，你就会认为这个城市是非常乱的，治安也不好，再一个，在大家眼里，正常人晚上没有说2点来钟出来吃饭的，出来吃饭的都不正常，然后呢，打完人一般的程序，在这里一般的程序就是第一时间和解，这次打的呢，顶多是看着有点重，走一下正常程序，给点钱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没想到这次呢是没压住舆论，其他自媒体也好，还是其他地方媒体也好，他们为了博流量，才把这个事情炒热，在本地人眼里这根本就不算事儿。然后呢，本地7号晚上曾经捅死一个人，也不了了之了，也没上热搜。其实呢，他的朋友说这些话，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当我们呢一步步的通过这些事儿走进这座城市，就会发现呢，其实有些事吧，在这座城市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陈继志的朋友和他哥哥其实已经把这座城市给说得很明白了，至于说怎么明白呢，你听我说。第一，在唐山呢，像烧烤店打人事件，这是很平常的事儿，所以呢，陈继志才没有把它当回事儿。为什么说这样说？你看，在他被抓走，在家里被抓走，这就可以看出来，他没有跑啊，没有去别处，就在家里呢。其他人逃跑可能就是舆论发酵以后，他们感觉事态严重了。要是舆论不发酵的话，可能他们都还在家里玩呢。第二，像这样的事儿，一般在唐山来解决的话，就是花钱。
一花钱达到一个弱者可以接受，强者呢又不当回事的条件，啊，双方就自行和解，普通人呢就自认倒霉，拿了钱就行了，人也赔了钱，拿了钱就行了。派出所呢一看啊，你拿了钱了，行了，你自行解决了，就放人。这是一般在唐山会这样走这个程序。然后第三呢，就说作为工业城市的唐山，贫富差距非常大，这些暴发户呢手底下都会养有打手，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这个其实说到底让人有点担心，嗯，我们不细说，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第四呢，唐山的白天和晚上是分开的，你看白天是属于哪些人呢？是属于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的普通老百姓，啊，他们除了上班回家买个菜就没别的事了，啊，但是呢他们感觉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晚上不能出来，你晚上出来不行啊。然后第五呢，在唐山是有混社会的这个群体存在的，至于说混社会的属于什么群体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啊。晚上一般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呢可以让这个城市乌烟瘴气啊。只要是晚上出来活动的人，在他们眼里都可以化为是混社会的这个非正常的群体啊。第六，这个女子所受的伤害呢，在以往的事件里都不算啥。按以往的经验呢，花了钱就能民不告官不究，这都是小事，没必要把它弄大。第七呢，自媒体和其他地方媒体呢不过是过度关注了这件事儿，不要为了博流量呢把这个事继续炒大。他这个事你媒体可能感觉在其他地方或者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感觉是个严重的事件，但是呢在唐山比这严重的多了去了。他就直接说，说七号晚上有一个人在打架过程当中被捅死了，也就不了了之了，也没有上热搜，也没有什么事儿。通过这些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那个女孩子举报了以后马上就跑到了河南，而且呢晚上三点多有人打电话给她，让她删掉举报的帖子。晚上三点多打电话给她的是些什么人，这个呢我想不用说大家也明白。所以说呢，那个女孩子还是非常聪明的。我想在这些举报的人里，当然有些人家就是本地的，他跑也跑不出去，但是那个女孩子应该是这些举报的这些人里最聪明的，不过呢，说实话，这样的唐山，我不知道你再了解以后，你敢不敢去？当然呢，我要是没事儿，我是不去，实在是有事儿，那需要去了，那我就肯定是白天去，晚上不出来，然后呢，白天回来。